天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民进党的提名，参选2024总统大选，肩负起守护台湾的使命。台湾有土地，有人民，定期改选各级政府，执行公权力，服务人民。事实上，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不必另行宣布独立。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台湾自然而然也不是所谓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要强调，和平无价，战争没有赢家。中国必须要深刻体验到，如果对台湾发动战争，台湾固然最直接受创，但是所掀起的全球的灾难，中国也难以承受，不得不胜。然而有道是，不是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。在中国还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我们必须持续增强全民国防力量，随时做好抵抗中国入侵、保护台湾的准备。